爱福利这个牌子是我妈亲手创立的，我自细汉就常常陪伊来吃，我根本对你一点仔印象拢无，你哪有可能跟阮的店有啥物关系？阿仔，我嘛就想要知影，迄支香水到底跟我感情有啥物关系？有可能是你过去捌闻过，还是讲你嘛买过这支香水，只是你袂记啊？嗯，你讲的敢那足有道理的呢。唉，那呢应该就是哦，迄支香水跟迄个香味，让我感觉足愉悦，所以我唔只会给记掉掉。那你真正拜托您哦，迄支香水一定要复刻成功，相信一定会带予搁较侪人满满的幸福感。而且，到时阵我嘛一定会继续捧场。我敢是会搞的啊吼！做你无用，我紧，我洗洗就是来走。王小姐，搁有啥物代志？为着要感谢迄天你的建议，和Rose十一号这支香水会当重新复刻。啊，若无安尼啦，你凊彩拣一支香水你扎落去，就算是甲你过。真是的哦，其实我真正做甲伊香氛的，那呢我就无甲伊客气啊，多谢你。看起来应该是当的。你对这吴小姐即马哦，一个好的印象。这叫改观。坦白讲，我头一次见到伊的时阵，我对伊印象并无好。啊，不过我家己嘛感觉足奇怪，我是安怎听到伊讲，伊找袂返来失去的记忆，我就感觉足同情伊的。有可能。是伊跟阮妈有同款的做，阮妈嘛是伊刚车祸以后，就袂记真侪代志。妈，爸要爱哭香，你着敲电话来。今日又得专工叫人送过啊，天气这么热，你着免专工搁走一抓。讲来讲去哦，拢爱怪心太急，囡仔唔捌代志啊，为着一个王依林，得甲你急去。阿公唔用走，肯定不我囝才倒转啊！厝内底哦，兼你这好媳妇替我斗还家，我嘛只好认命，家己来做啊。多谢你，小姐，多谢你。你好，我接下，我上来水。哦。你那家的吴金玉有识识啊？可能交情袂歹啊，你搁送伊香水。妈，我甲人相处是看感觉。我这无在管人什么身份背景，着看人无。搁再讲，你毋是已经替信贤结好新妇啊？准备要订婚啊？那呢，我甲迄个吴静玉有啥物交情，应该嘛袂插着你个吧啦吼。妈，你是惊见笑，歹势讲，还是讲你惊我发现你另外有企图啊？我有企图？啊，你即马讲话的意思是讲，我叫信贤去娶一个伊无介意的查某囡仔，是因为我有另外目的？啊，那无咧？啊，信贤哪会去娶迄个无权无势、白目到有寸的廖蒙子啊？除非你爱信贤娶的，不是一个某。是一个希望，是一个会当挽救爸性命的机会。妈，你看安尼婚事有对无？你是要白讲啥啦？我哪有可能替信贤幸福滚生笑？
别个妈妈是袂啦，啊，不过你这妈妈就无一定哦，因为汪依玲是回来不嫁，信贤以后伫爸的心目中哦，就无这尼啊重要啊。我若是妈，我嘛紧张到要死啊！啊，不过这不要紧啦，反正拢是喜事嘛，不嫁嘛真久无办喜事啊，这个绝对要办哦，卡轻呀！啊，阿哥，你若是要我跟莹莹做伙去哦，你也两早跟我讲呢，我得盛装打扮，隆重出席，去看信贤的手，去看信贤幸福美满啦！你跟莹莹拢是不嫁的人，恁当然嘛爱来参加。心明啊，不管我叫信贤跟廖萌子结婚是有什么理由啦，啊，不过我跟你母仔囝同款，拢无希望汪依玲回来咱母家。这点，恁爸爸应该有跟你讲过才对啊。是有啦，啊，不过心态哦，就拢不管阮母仔囝。心明啊，你放心啦。我连考卷心态啊，赶紧给恁母仔接到回来，等我有好消息哈。哎，白姐，我临时有要紧的代志要处理。我袂当照顾你，是你。我只是去制作一个爱麦的场面，就只是安尼尔。什么制作爱麦？你讲啊！我是替莹做的啦。莹莹，这跟莹莹有甚物关系啊？查某囝谈恋爱啊！伊去杀掉别人的未婚夫，我只好替伊去做拆散鸳鸯的歹人，让伊有机会接近廖凯宏。虽然这不是伊头一摆谈恋爱，啊，不过我看伊这摆足认真嘞。伊为着迄廖凯宏，毋知偷哭几遍啊！我看了真正足唔甘的。伊只是抵袂着七头命，伫遐咧张，你根本就免插伊，乖乖甲伊袂记哩，安尼就好啊。结果你搁家倒三个替伊母挤出来，万一真正甲伊个查甫假戏真做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这是伊头一摆拜托我嘞，我敢袂当卖好啊表现？若无伊拢甲我当作是外人同款，对我爱插唔插的，我看了真正足艰苦的。敢讲你拢袂唔甘我？我嘛唔知影，是安怎伊对你的态度特别疏远？用不过的人是我，我的查某囝已经对别人死啊！伊把吴新泰当作是伊的亲生爸爸，安尼对伊奶奶，结果吴新泰对伊拢无爱无敬。咱唔是有讲过啊？为着因的未来，咱要阁讲这件代志啊！所以这件代志，我唔捌对任何人讲过。不过想无你也给我机会，会当对因好，我的要求敢有过分？那是因为你家己根本就唔知啊！你在看伊的时阵，你总是用一种爸爸的眼神在看伊。你敢知我看了了，我有偌紧张？就是因为，伊看到你看伊的眼神这尼啊奇怪，伊才会对你愈来愈疏远。我今麦真正是后悔，当初无甲真相讲出来，当初你嫁给吴新泰，我心拢碎啊。不过我什么拢无讲，我尽量你所未看到。啊！不过想无伊听也笑你，结果嘞，伊甲你等伫边仔拢唔插你，你敢知影？我逐天看你咧哭，我的心嘛在咧疼。甚至你甲我讲，你甲有身体有红阿母行的时阵，叫我加等到，伊煞到无看的啦，你感觉就委屈嘞？迄个时阵我真正忍不住袂住，你敢真正真爱有身体？是啊。
我真正做爱心态，啊，不过我是安那总是比袂过遐我有吧？我知影，一定是我招牌，啊，我搁崩塌，所以哦，伊才看袂出来。嗯，是无迄个感觉，伊无珍惜你。 我听说了，我听说，对，你莫听说我，阿哥啦，爱听说我，我知影我有心了，就去我妈发现。 阮妈就随去叫阮母家的人讲，结果阮大家官就随带信太来我面头前，来甲我回信嘞，叫我回去。信太知影我有信了，伊总算是愿意甲我讲话啊。敢讲你拢毋捌想过？ 迄个囡仔有可能是我的，我唔管啊！自从知影我有心了，母家的人对我态度拢无共啊。尤其是我甲莹莹洗落来了，我看到心态，逐工咧抱走，惊迄种疼惜的模样，我就知影，莹莹是我甲心态。 维持婚姻唯一的方法，所以不管怎讲，这个囡仔，只会倒是姓太的。唔对，伊是我的。你唔是有答应我？你讲你袂阁讲这件代志啊？你偷偷走去养亲子关系？ 我知影了，我真正足生气啊！你知影无？是，伊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敢是会共款？伊是咱的查某囝。你在想创啥？你哪会当偷偷来做这种代志？你想要害死我，还是害死莹莹啊？我无啊，我只是想要确认。 即摆确定，莹莹是咱两个的查某囝，你敢知影我换海？好啊，你莫阁讲。莹莹，就只有一个爸爸，就是有心态。阿良，我知影，你委屈遐尼久啊。 啊，毋过你委屈拢二十几年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继续吞忍，咱莫伫这个时阵放弃，好无？我是来吞忍啊！我毋是啥物拢无讲，一直伫暗中保护恁母仔囝，真正真无简单。因拜托我替伊做一件代志，我敢会当卖插伊？ 我唔是叫你卖插伊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分什么是轻，什么是重。伊现即马就要开始继续五三集团，结果走出一个汪依林，我头壳已经冒咧烧啊！阮大家赶有信心，赶去娶某生囝，伊的地位一定已经开始袂在啊！ 所以咱就要较认真呢，结果伊即马煞闹出手男男朋友的风波，这对伊真正做唔好诶。我阁唔忙，伊会当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，迄个囡仔大财团会当联姻，让伊地位阁较在，唔是去找一个条件遮尔歹的小白脸。